上海的疫情就像一场酒局，本来才要散场了，黄浦区去结账了，竟然也撂下了筷子，结果徐汇咣当又开了一瓶了，还顺手帮普渡倒了一半，还没吃光，浦东又要了100个串，顺便又帮虹口点了个外卖，结果杨浦又要了海鲜，好不容易大家侪吃饱喝足了，要去熬一场。宝山突然之间推门进来，不好意思哦，各位我来了晚了，大家侪满上，我住了三半，闲话刚落营，明阳醉醺醺的进来讲，大哥们，敬个酒。搿是大哥发闲话了，家庭哪能没来啊？闲话刚落营，门口塞进一个黑影，家庭手里向还提了一箱。马路的不倒，此人连忙讲：“各位大哥啊，我来晚了，去帮大哥们弄了一点饭后水果，我敬各位大哥一杯。”至今防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，疫情防控人人有责，全民抗疫，上海加油！